快帮我抓住他。点击跳跃键，长按跳跃键，跳得更高。移动中按下跳跃键。点击操作键，搬起奶酪。将奶酪放在老鼠洞口。点击推入奶酪。使用技能点升级技能。点击操作键打开房门。长按跳跃键跳上房门，点击操作键搬起奶酪。将奶酪放在，点击推入奶酪。使用大铁锤攻击汤姆。需要我们的帮助，他求助大表哥什么时候才会，我亲爱的表弟，大表哥你们终于来了，那只坏猫，亲爱的表弟，现在点击你的控制台。恭喜你杰瑞，你发现了经验蛋糕，靠近经验蛋糕。时间不多，我们赶紧去侦查奶酪吧。运气不错，你已侦查到一个大奶酪。接下来我在侦查室，靠近门，点击出动。靠近并搬起奶酪。将奶酪点击推入奶酪。杰瑞，我也遇完了一个。大家加把劲。不好，太妃被。别紧张，使用高尔夫球。汤姆被暂时打晕了，杰瑞，你先去救太，解救太妃。杰瑞，谢谢你。罗宾汉已推完最。杰瑞的，是我思虑不周，幸好天无绝鼠之路。汤姆又来了，捡起任意道具。丢出道具，杰瑞已经打开了墙洞，大家赶紧撤离吧。靠近墙洞，点击墙洞逃跑，从墙洞离开。
敌方猫已到达现场。Thank you.